好，这里是 Amy， 欢迎来到我的 channel。 今天我要带大家逛这个非常文艺的小广场，叫 Brightleaf Square。 这个地方在 Durham 的 downtown 市中心附近，然后我现在要去逛那些小店，我看到有卖包包的，还有书店，我们可以一起去逛一逛。来到了一家卖饰品和包包的，进来看看吧。哇，这家店的东西看着好小清新啊，特别有艺术感。这些彩色的瓶瓶罐罐，哎，这个是什么呀？石头吗？还包起来了。哦，原来是肥皂啊，上面写着 soap rock。这家店好像是一家意大利的包包饰品店，刚刚瞟见了几个包的价格都还不便宜呢。这边有一些设计的非常简洁大方的一些耳环还有项链，我还挺喜欢的。哎，给大家打个招呼来。这边还有一些小石子做的项链，我觉得这家店的包它的风格非常的简约，然后颜色也是我比较喜欢的，这个小包包粉嫩粉嫩的，看看多少钱，$32，太小了，装不下什么东西感觉。导演要入境啦，差不多就逛到这儿啦，我们来去下一家店吧。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家叫 James Kennedy 的 Gallery， 这家是杜村一个非常有名的古董店，也相当于一个艺术馆，里面放着琳琅满目的艺术品呢。哇，这个小花碟子好可爱。有这么大一个海螺。要600多块钱啊，这么贵。紫水晶。哇，我看到了一幅中国的书法《孝敬》。这边有一个设计的大炮台，店主是一位非常慈祥和蔼的老爷爷，我看到了店里的貌似镇店之宝的东西，好美啊！一个那种大块的琉璃石头，里面有很多镶嵌在里面的花纹。这里又有一个中文字，这个小盒子不知道是用来干嘛的。我喜欢看这种彩色的水晶石，听别人说随身带一个水晶石会带来好运哦。
我已经参观了有三家店，第一家是卖包包和项链的，第二家是卖那种这边的装饰品、艺术品还有古董，最后一家是书店。希望你们喜欢这个 video， 给我们 thumbs up。 好了，你们有什么意见啊、想法都可以写在评论区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